一夕当年萝卜干，菜篓修酒配良缘。OK 啊，兄弟们，我就是老鼠王小月，好吧？今天呢，又复活到发电厂附近了。正所谓，猛攻是面子，老鼠是生活啊，不是猛攻玩不起，而是老鼠更有性价比。不要问我为什么换台词了，但是路过了一只野生的人机，哎，不是，你穿个武器甲都不敢打我是吧？我直接修复我打败你，好吧？让我看看，哦，吃饭的家伙掉了，真不错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大家看完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爱心支持一下，因为我是个小主播。如果你现在给我点个爱心的话，以后就是我的拉分了。当然，没有关注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啊。然后现在有个粉丝跟我说，让我给他送装备，那太好了，直接送给你啊。当然了，不要细节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刷一只小小的金质 boss 啊，这个 boss 他跟我们打架的话，应该给我们爆红了。不要慌张，现在对我们补掉这个 boss 啊，让我们看看爆什么东西了啊。哦，全都是改进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五级头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算了，别细节，全部都不是我的啊！不是，可怜的队友，你竟然还会想着送我一个四包，你真是一个好人呐、啊，太好人了，好吧，东西全都是你们的。就在我以为我这局什么东西都获得不了的时候，前面这个人跟我说他是我粉丝，哇，我谢谢你啊，谢谢你送我的精致喷，但是改进喷也不能给你啊，全都是我的。我闻到包的味道了，好像是队友的哎，不是人机队友，竟然被 boss 打死了，太好了，你的精妹是我的了，嘿嘿嘿，吃了吃了。当然了，就在我们上来刷这个 boss 的时候，boss 爆金了，让我看看是什么。哦，精致 AK， 不用想了，69肯定是我的了。好好，这局获得了把精致 AK， 精致改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后面来人了，完了，四号倒地了，对不起，四号，我是个好人啊，你先坚持住，我马上就先撤离啊。没事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只要我们的这个 AK， 我。哎，我的 AK 呢？哇靠，完了，兄弟们亏麻了，完了，亏得我睡不着觉呀，你要是不给我出一个红的话，我要爆炸了。哦，谢谢你，是军用电路板。算了，不要细节啊，我买了一张那个 boss 卡，来这里刷一下这个 boss。 哦，爆粉了，希望是精致武器。好，竟然是一个五级包，算了，不要细节啊。好了，现在全部不是，我操，气死我了，全都不是我的。出黑卡，出黑卡，出黑卡，好吧，快给我出张黑卡啊！怎么又是一张黄卡，真无语啊！好，趁队友不在，悄悄的开一个小黄门。呜、哦，得吃得吃！哇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闻到外就过来了是吗？我真的讨厌死了，赶紧抢包！好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好好好好，太拉了太拉了，就给我爆一把破损 AUG 是吧？真的双 Q 死了，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爆，气死我了。算了呗，细节。最后呢，也是又看到了一个大炮啊，虽然是改进了，但是呢，依旧行了，嘿嘿，肥肥撤离，好吧，老鼠人，你真。